然后这些就是产品图，我每次有新图的话，我会发给你在 WeChat，然后另一个同时我也是会放在这个 folder 里面，所以以后好像因为可能你照片太多了，以后你要找 Max 的照片，你全部来这边找就对了。我已经是标好那个名字了，所以你就从这边去 download 咯，就是按，然后这边是按这个 download 的，这样子吧。所以我们电话就会爆炸。